最近车队在测试电动越野车。同志们，这种飞坡的声音你们听听，你们会不会喜欢？以后可能就都这动静了。世锦赛已经有了电动越野组别，你感觉它还会离我们很远吗？ 维修维护保养，一年节省10000多，省下来的钱买地瓜吃它不香吗？